邊個可攞到金穗村快地嘅話，就可以同 Mr. Bracken 合作。其中一個原居民就係張明慶，佢阿爸喺呢條村度係老叔父，影響力好大。你老公想收咗呢條村，俾電腦公司發展，你仲有冇人性㗎？你連自己個阿媽都利用。再創世紀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